我看到了，我马上提醒一些商家，他们就跟我反讽说，李长，当你来通知我们，早就淹水了，我们早就架好了。你到位啊嘛吼？对。啊，只有逢大雨必淹对吧？逢大雨就必淹。好好 ，OK。淹大淹高淹低而已啊。淹高淹低而已。像昨天那种雨势的话，没有防水闸门的话，整个地下室都绝对都是满的。哇 ，OK。所以说他们现在练就一身好功夫。好好，所以李长你把我练就一身好功夫。我看到了，我马上提醒一些商家，他们就跟我反讽说。李长，当你来通知我们早就淹水了，我们早就架好了。哦，OK，大概遇到大雨的时候就开始防雨大作战了，对，大作战了。好好。如果说在晚上的时候，他们就分三班三梯次在轮耕守夜。哎呦。怕，因为怕在半夜下雨。是。啊，所以说他们生活的家当啊、汽车什么这些都在里面了。OK。之前也好几次会刊了嘛，对啊，每一年都蛮会刊，然后每一年都没有出面真正解决问题。对啊，所以每次淹水的时候，其实里长都很痛苦，很为难，而且很心酸啊。第一线人员总是这样啊，李明第一个先想到就是里长嘛。然后每次电话一来，就是开始啊，李长啊，我淹水啊，要安怎啊？可是当我同时有10个电话进来的时候，我也不想要怎么处理的。对，因为我没有办法分身去处理那么多路那条那么多那个水沟的淹水问题、啊。OK。所以里长就是说，水利局的说法是说超过当时的设计标准，可以接受吗？当然不能接受啊。你不能用20年前、30年前的设计规范来框在现在民国110年的水沟的设计规范啊！以前可能时雨量30、40啊，现在时雨量70、80、100啊，对呀、啊，你不能用以前的设计规范用在现在设计规范，那不符合现在的需求啦，真的啦，而且以后这种强降雨是常态的话，那我觉得市府应该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对呀、啊，让我们这个常态变成，就是说，不要造成那个我们百姓的困扰。OK， 对呀、啊。